离投票日已经只剩半个月时间了，海选立委候选人李永基服务处今天是用办演讲会方式来迎接新的一年来到。春季和平常有机会挑选人家的人才，不过也因为竞争的关系，现在候选人不说自己的好处，都说别人的欠点，因此造成选举文化恶性循环。因此中央局服务处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提升选举的风气。音乐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而且呢可以借由这个音乐会来提升我们选举的文化。因为哦我想大家都知道哦，其实我们越来越厌恶的就是政治恶斗，就是你骂我，我骂你。我觉得这样子哦，其实哦，并不是民众所需要的。我们想要的是真的社会能够祥和。不管去年呢哈，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都希望哈阿正呢哈，就完全把它忘却掉了。我们就用新的心情哈来迎接新的一年。那今天呢，非常难得了哈，邀请各位以这样非常轻松的方式哈，来啊欢度哈今年的元旦哈。活动当中也特别安排了希望树和民众写上愿望，放在顶端。虽然中央局去走摊无伫现场，不过做阿哥和做阿姐的，当然是希望中央局会当顺利当选。我们现在全力支持立法委员候选人张荣祺，所以今年最大的希望就是张荣祺可以高票当选，用他的这个青年人的新思维来带动云林进步。重要的，我们的非常有为的青年张荣祺能够顺利高票当选。台湾的选举文化真正需要重新思考。新的一年已经来到，而且伫个半个月了后，我们将有机会一旦好好来思考一下。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